白敬亭在我们印象中是干瘦类型的男孩子，而且这样的男孩子一般都是瘦瘦高高的，四肢纤细，线条修长。近日比较热衷于健身的白敬亭晒出自己的健身照，结果这张照片刷新了大家对他的认知，肌肉健硕，线条明显，与平时清瘦的形象差异巨大。有网友调侃，不看脸差点没认出来，快停下来。也有网友表示，很好看，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